人家就总是吹啊，说那个每天都是被自己帅醒的，我就不是这样，我是每天晚上啊先被自己帅晕过去，然后第二天才被帅醒的。哎呀，是的，为了向你们证明我有多么的帅气呢，你知道我呀连我的鼻孔啊都是桃心的形状，你们看得见吗？看不见吧？看不见吧？来，我跟你说，我有近照，你们看，看到没有？我的鼻孔都是桃心形状的。哎，然后呢，我不仅我的鼻孔是桃心的形状，我连我手掌的掌纹也是桃心形状，你们看，掌纹也是，我不仅连掌纹是，我连肝儿都是这个形状，你们看，这就是心杆杆啊，你们看这个意思吧，心杆杆来了啊。对，然后呢，但是你们知道我的心脏是什么样吗？心脏的形状是这样的，是的，咱们这个谈情说爱的环节呢可以不错，因为演唱会啊，别人演唱会最重要的是唱歌跳舞展示自个儿的那个歌喉，咱们演唱会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卖票，不是，就是才艺，是有才艺。对，为了咱们这个演唱会啊，大家都知道我是大张伟，但是我有一个别名叫做这个大当伟啊，然后因为这裤子老是裆特别大，所以说呢，我新练了一个才艺，专门为你们北京城的演唱会练了一个才艺，叫做“大当接一切”。大家请看，我练一个新的才艺，再来，嗨，再来，哎，你看我比赛怎么样？嗯，嗨。我在诗里看到了你。第一遍是这样的啊，拍的第一遍是这样的。呀呵，哇！就直接给我撞厕所里去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才艺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太棒了，了不起。然后下边呢，因为咱们在北京，我身为北京南城第一美来说，我学了一个只有北京的才艺，各位来看上演耶。您是电了，您是光，您是唯一的神话呀，我是爱你的 M40A。 现场所有的男士们，您的气质像大爷，鼻毛都能打领结，冬天光膀穿拖鞋，夏穿毛裤逛大街，威震八方的幼儿园。说说我自己，我这人呐是活泼可爱，纯天然，长得帅气又好看，到底能有多好看？天下美男数数看，我赛过杨洋、夏尔、吴亦凡、李易峰和井柏然、陈伟霆、张一山、TFBOYS 和鹿晗、胡歌、王凯、刘昊然、张艺兴还有张翰、吴彦祖、王祖蓝、舒克、贝塔、赵本山。才艺了不起，对不对？太好了！为了演唱会呢，你看刚才我已经展示了我的第一个大当接一切，还有我这个青云大鼓，而且大家关注我微博的朋友也知道，我已经拔光了我所有的鼻毛。是的，我还锻炼了很多的身体，但是为了演唱会呢，强身健体是很重要的。大家看看我是怎么强身健体的，耶！准备好了吗？为了演唱会，我要健身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好的。加油，再快点。啊，快，停住，加油加油。
力了，我真是太佩服你了。同学们，不要光羡慕我，一起做。来，同学们一起来。然后那个，哎，因为我为什么要拍这个啊？因为之前那个我那个不是新发一新歌叫什么名啊？我在诗里看见了你，对不对？然后之前我有个填空题问所有的咱们 DM 4D，我说我什么诗什么那个什么到了你，然后咱们填空，咱们 DM 4D 填一个我在诗里闻到了屁，然后所以说我为了应你们的高端需求，所以我拍了这个 VCR 啊，好。关键演唱会最重要的是歌喉，我要练习发声，大家看看我是怎么练习发声的，耶、yeah！行嘞，好极了。现在下面要进入咱们的第一个游戏，叫做老师来了。然后呢，待会儿所有同学们啊，因为咱们平时上课时候呢都是特别注意听讲那种，然后都是手背在后边的，但是一听那下课铃咱们就疯了，好不好？然后这样呢，我会放一个下课铃，现在咱们先把手背好，同学们坐好坐好，下课铃一响咱们就啊造起来，好不好？来试验一验，坐好了吗？下课铃来了，三二一，耶、yeah！ 是的，那么有请我们的同学们上场。同学们上场，来来来来来，同学们上场，好。同学们是这样的，因为呢，待会儿呢，咱们就要坐好，然后呢，咱们一听那下课铃的声音，叭，然后就造起来了。但是跟自习课一样，老师呢不知道会什么时候突然出现，老师只要一出现，同学们马上就坐好。老师一走之后，咱们继续疯，好不好？来了。走你，老师来了！来，准备好啊！我说到三二一，铃声响起来之后，咱们就要倒起来，先全都坐好，坐好，不要动。三二一，走！老师来了！老师走啦！有的。老师，走干净了吗？老师，老师走啦！耶，扭的。老师又走了，耶，扭着。